这里吗？欢迎乘坐城巴 BS 一路，经港龙中鹏大厦，前往机场特令大楼和博览馆，祝您旅途愉快。
号客运大楼。
转播蓝谷 Next stop Asia World Expo 下一站机场博览馆
黑色的铁上面，我们。